新北桃园跨县市合作举办客家文化展览，从复古工艺出发，融合现代元素，芭比娃娃穿上各式各样传统服饰，呈现浓浓客家味。新北跟桃园双首长论坛的一个共识哦，那我们把这个好的做法能够把它延续下来，希望借这个展览能够促进新北跟桃园这个客家族群哦，能够更加重视我们客家文化。展览特色还有木艺创作以及创新客家花布。 展间特别打造对坐茶席，营造美学空间，也象征新北与桃园在客家艺文交流上的紧密连接。新北跟桃园两个的距离是相邻啊，不管在文化或者产业、观光旅游啊，都是非常的密切。那超过400万的这个客家人，原本就应该把他的文化好好的保留下来。客家艺文交流展跨县市也跨领域，保留传统文化特色，再将创意。 延伸到生活，从文创商品到特色花布，用不一样的角度欣赏客式新美学。记者杨忠胜、王爱宁，新北市报道。